海警整装列队，由梅山舰和秀山舰组成的编队13号起航，前往俄罗斯。这是中俄首度海警联合巡航，并将前往北极附近海域。陆媒形容具有战略意义。这两艘舰均3000吨级，什么概念？补给充足的情况下，连续航行一个月不是问题。大陆官媒预约谈天分析，梅山舰和秀山舰的脚步可能不会止步于到达俄罗斯远东地区港口。这次中俄海警联合巡航是依据北太平洋公海渔业资源养护和管理公约。另外，大陆军事专家指出，大陆海警在北太渔委会注册执法船，2020年6月获得北太平洋公海渔船登临检查权。本次巡航经过的北太平洋本就是敏感区域，途经韩国、日本附近，周围美国海军活动频繁，所以特别说明是在强调这次联合巡航旨在履行国际公约要求履行的义务，维护北极航道的海上安全。中国大陆海警扩大执法范围，对美国造成压力。同时，中国大陆外长王毅访问俄罗斯，再度会见普京。习主席非常愉快地接受了他的邀请，将会如期那么来到喀山。大陆外长王毅一番话证实，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10月将在喀山金砖国家领袖峰会再次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中俄两国从军事到海警双双加强战略合作，喊出要抵制阵营对抗。 TVBS 新闻罗世鹏、蔡怡姐综合报道。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